其实我每张专辑都写非常非常多，大概五六十首，有时候多了可能上百首歌，就选出来这十首歌，我希望是每一首都稍微再隆重一点推出来，让大家可以听到。其实想让大家知道，就是没有一首歌是成熟的，所以就用这种方式，每个月推一首，每个月推一首。这个方便说吗？这个我挺谢谢华纳的，对，因为说实话，其实他们也应该也花了不知道几位数了吧，对，因为拍那么多的 MV 和做那么多工作，真的，他的工作量和需要的这个资金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，因为一定要六位起。那你自己预算是大概多少？就怎么样也要六位起步吧，但我不知道。对的，对对对，你让我想一下这个问题。我今天说出来，到时候真的要给了。因为觉得是新歌的演唱会，所以我第一是，其实我自己也很想把这新的十首歌好好的完整的唱一次。因为首先我自己都没有唱过，所以因为这两年一直都在演有理想的演唱会，到现在还没有演完，所以我也是想，中途有个两场小型的这样的秀去唱完全新的歌，然后让大家不要有那么大压力，就想来就来，会觉得应该是很舒服的一天。杨丞琳今年年底的演唱会会去吗？所以我很想来看，但是我刚好我现在是16号跟18号都有工作，对，都在完全。他上次也是这样讲啊，就出事。我们只玩专辑的事情好吧，只玩新专辑的事情。不是。可是你们都喜欢这一招。不是，这是真的，这次是真的。这是真的，就是16，16号、18号都有工作。我如果来的话，可能星期一大早看完就看，可能去哪里赶快走转机。但我就希望不太晚。如果你不能来，他是这么讲。我不知道，你问他吧，应该很快会见到他马上，他记者会办过了。对，但我是想来的。